있어요! 가만히 新人第一日添啊，咁重手，我要佢哋知道咩叫绝对服从。飞虎队唔同其他部门啊，有咩差池，随时冇命。唔使惊，我 duty 嗰阵系commander off duty 巴打嚟嘅啫嘛。佢细细个已经话要学我同我阿嫲做警察。咩人？咩人 ？Sir，当时情况好危急，如果我唔去嘅话，个细路可能会冇命。我要一个绝对服从上司命令嘅队员，而唔系要英雄主义自把自为。讲，你有冇错？我哋今次训练任务好简单，就入去单位入边救翻人质出嚟。我哋冇单位入边嘅 4pan， 所以唔知入边嘅情况，亦唔知有几多匪徒同埋有几多人质。我哋而家分两添，一添做阿修添，另外一添系 Sniper 负责 OP 方俾指示，阿修添听指示 hit target。但最重要都是靠自己判断。总之人质要救，派旗要打。天仔，你做箭头。Yes sir。我哋今次系葡式实弹训练，用翻自己队友做人质，所以我要求你出错。Yes sir。我要 one team 做人质，边个愿意？阿黎，你系 one team。OK， go。人质同目标喺屋入边右手边第一间房，入边嘅程度清楚，唔知道匪徒同人质嘅数目。Go。阿源，房入边咩情况？乜都睇唔到。Go， go， go！ 精神 ，area clear。先生，你话有冇完成啊？点解我叫你高你唔高啊 ？Sorry sir， 因为我头先未收到长报嘅指示。我唔要听藉口，我系你 IC， 无论任何情况之下，我叫你高你就要高。仲有，点解你咁迟收我枪？你知唔知咁样除咗人质会有危险之外，你同你所有 partner 都会有危险啊？啊 ？Sorry sir。好啦，而家到另外一组做训练，睇我表演啦。阿黎，头先你做得好好，做多次。你冇咁頸渴啦，你冇乜點喐過，心火盛啊！唔飲翻多啲點降火啊？慳翻啖氣，我一定請你飲酒過啦。方仔，我哋做 sniper 訓練，而家咁不如聽日先啦。你啱啱加入 sniper team， 我哋而家要夾多啲先至有默契。點解護靶嘅？今次唔係嚟做射擊訓練，係做 observation。呢度係你嘅 OP point， 你個目標就喺會喺前面出現。你要記住目標嘅特徵、顏色、形狀、尺寸，清楚彙報，咁先叫完成任務。Yes sir。交俾你。
我急尿要去厕所。Negative。目标仲未出现，你行开咗嘅时候，目标出现边个咩啡啊？我头先饮咗好多水啊，我而家真系好急啊！你有两个选择，一系继续忍，二系就咁屙。无论你拣咩，都要继续等。做 sniper 系咁噶啦，呢个系训练嘅一部分，提醒你下次唔好饮咁多水。等咗好耐咯，目标仲未出现嘅。你都几多嘢问？如果我哋知道目标几时出现嘅话，就唔使喺度等。四个钟头啦，正常应该换更啦。我开厕所。要正常去做保安，做得飞虎队个个都系唔正常啦。如果你嘅队友有乜事嚟唔切支援，咁点啊？发现他嘅一点钟200米外，一只白色糖狗右后脚受伤。Bingo， 任务完成。阿星，今晚去边度 relax 啊？要教啦。喂，你两个预埋我啊！喂。OK OK。喂，一人饮杯嘢啊。喂，我请你啊。好心情啦、啊！我成日吹空仔啊我，我噶好似好大压力咁啦，成日都出错。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哋之后仲有大把 training， 会早啲噶啦。同你讲啦，个展瑞睇我哋唔顺眼噶，佢今日啊同阿袁啊玩咗成日啊，有我哋两个喺度，我哋不有好日子过。唉，我哋做新人，新嚟新猪肉，忍下咯。忍？你叫我忍？我今日忍咗成日啦，我唔会再忍啊。咁你唔忍可以点啫？我同你講啦，分都講咗 selection 啦，我哋已經分好大位噶啦嘛。我明明係公司上最好人選，佢偏偏要我做 sniper， 我條氣點都唔順噶。好啊，唔會俾佢玩曬啊。喂，咁你諗住點啊？佢要玩嘛，我同佢玩都大。喂，唔知阿兩場揾我哋做咩？去到咪知咯。展Sir，come in。展Sir，坐啊。展Sir揾我哋嚟，唔系关于余学礼嘅事。睇嚟你哋之间真系有啲问题喎。我真系好想知佢同你讲咗啲咩。佢投诉你哋对佢唔公平，我想了解一下。佢觉得有啲咩唔公平啊？他認為自己最擅長的就是攻擊隊，但你就故意編他做 sniper， 做一些他自己不專長的事，那就是針對他，對他不公平。不是做得 SDU 應該泛泛都行的嗎？好像是袁那樣，他是 sniper 來的，你他做箭頭一樣沒問題的，從來隊員去哪個 post 都是主管話事的。我們的 training 是看著每一個隊員的強項來分配他的崗位，讓他可以發揮所長。我明白了 Sir， 因為我覺得性格有問題，我咁嘅安排係希望佢有所改善，可以真真正正發揮個長處出嚟。兩 Sir，SDU 由 selection 開始，最講求隊員嘅紀律同埋配合。而家佢受咗壓力，忍唔住就嚟越級投訴，以後我哋仲點講紀律？佢嘅訴求唔係冇理據嘅，你係佢直屬阿頭，單嘢交翻俾你處理。但我想話俾你聽，我唔想人哋話我哋 SDU 有問題。Yes Sir， 出嚟。拜 Sir。
投訴啊，小朋友。係啊，我係向兩 Sir 投訴你哋。不過我講嘅都係真話。遇到唔公平嘅事，我係唔會死忍。你咁多時間投訴，不如用多啲時間去操練啦。同我落操場跑多20個圈，再將啲車胎搬翻曬巴力先好走。你想報復？做一個警察最基本要求係服從上司命令。你咁都做唔到，點留喺 SDU？ 退隊啊！做 SDU 係我志願，我係唔會放棄嘅。咁仲企喺度 ？Yes sir。点啊，巴达，架车咪好正啊，冇啊冧女啊，攞嚟冧我都得啊。冧你啊，半打啤酒搞掂啦。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女仔咪中意粉红色噶，我话粉红色你又话唔好，呢个色好似好残咁啊而家。梗系唔好啦，维维咧就同一般女仔唔同嘅。既然佢中意古董车 vintage， 梗系要原汁原味噶啦。你喷咗咪唔系咯？我信你噶啦，我办事你放心啦。李阿涛仲喺度嘅。维维今日翻嚟喎，你仲唔去接机啊？未够钟啊嘛，我就去噶啦。系咪？咦？喂，讲起车啊，哇！以前我都系车手嚟噶吓。系啊，仲好辣添噶，单车都炒嘅。唉，最衰上次条单车链有问题咯。啊，衰仔啊，估唔到你几浪漫喎，为咗求婚搞咁多花神啊！我本应系谂住买钻石戒指求婚嘅，阿元话恐得滞。佢有次同阿维维经过咧，听见维维话想坐架古董车当花车定系结婚嘅，咁佢话用呢架车成数高啲。梗系啦，呢啲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点知百战百胜啊，仲要一击即中啊！快啲同我三阿嘅孙继承我哋展家优良嘅传统啊！喂，煮好饭啊，维维几时到啊？差唔多啦啩，喂，由佢先啦。哦，嚟嚟嚟，做咗未啊？啊，煮好多嘢啊，几时嚟啊？哇 ，Pauline 姐，你真系整咗成台餸啊，咁勁嘅！梗係啦，你知維維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嘅。今日咧又要慶祝阿涛求婚成功嘛，梗係煮多幾味啦，想個新抱仔開心下嘛。阿涛啊，我同你做咗好多影碟噶啦，今日咧你實行足不出户，努力啲加油，先斬後奏，包你冇甩拖啊！維維啊，仲未翻嘅？系啊，架机做咗 landing 啊嘛。我而家即刻去接你啊！唔使啦，我同我个 friend 阿 Jan 上次个外国朋友啊，喺机上面遇到，我哋而家谂住去布加晒太阳啊。去布加啊？嗯，我谂我会 stay 3-4 days 啦。如果好玩嘅话咧，可能 stay 耐啲。咁你小心啲啦，几时翻嚟打俾我，我去接你。嗯，好啦 ，I love you， 拜拜。拜拜。又咁即兴啊！我去晒太阳就晒太阳。你知佢幾時都5時花6時變噶啦，等我唔煮咗咁多餸添。哎，你放心啦 ，Pauline 姐，今日有我喺度啊嘛。況且我哋阿涛咪又係成日突然間走咗去行動，係咪先？正所謂人哋唔嫌我哋羅嗦咧，我哋唔好嫌人哋米碎啊！我話佢哋兩個咧，簡直就係天生一對啊！至於啲餸咧，我幫你食曬佢。哇！你係字好講啊！你煮嘅，我全部帮你清晒佢啦 ，Pauline 姐。讲唔多啦，食啦。好，嚟嚟嚟，开饭。点啊？有啲咩料要爆啊？快讲。Madam 啊，我收到料咧，话嚟紧呢两日，上面有人会搭船落嚟，会入香港嘅同党，准备搞大单嘢。继续。我收到咗咧，话佢哋会喺烂石滩嗰度上岸，嚟嘅应该系两个人，佢哋好猛料噶，绝对危险人物嗰只嚟噶。奇兵已经绝迹咗好耐，要食大茶饭嘅话，而家上面大把机会啦，使乜落嚟香港啊？你系咪坤我哋啊？我蛇仔明妹老点你哋噶，我个亲老表咧喺上面揾食，佢唔会骗我噶，佢割啲料俾我系真系坚噶。你只呃我会有咩后果？我点讲啊？你有咩答？多谢阿成，多谢咩头。我谂条友都系等钱使，顺我开口，单料未必系真嘅咩头。同上面公安攞下料，叫佢哋提供情报协助。有錢慢慢放啦，錢我哋還俾你，咁即係冇啦。
我一定要还给你，不要再搞我老婆，要不然我不放过你。走。三妈。没事吗？死。对不住。借钱又不是你的错，你这样都是为了阿仔的病而已。我又没用，做了这么多年人，个仔有病都要借钱去医。你千方百计要送阿仔来香港医，你这样已经是个很尽责的爸爸了。你放心，钱嗰方面我会解决，我会来香港两三日办啲事，顺便探下炮仔，安排下手续嘅嘢。所有嘢解决咗，我哋就可以一家团聚。心啊，你落到香港，万事都要小心啊！钱好紧要，大命都好紧要噶。我应承你，炮仔一定会冇事嘅。以后我哋一家人一定会有好日子过。跟住落嚟嘅三日两夜，你哋要接受一项野外求生训练。两人一组，我会将你哋放喺荒岛度，冇装备、冇食物，徒手攀山越岭。要喺指定嘅时间翻到终点。迟一秒都当飞行。你有冇人攞张地图？我会喺沿途放啲救生包，地图上面有坐标，你就可以跟住去搵。救生包入面可能有食物、指南针、火柴或者其他装备，攞得越多越有利帮你哋完成任务。有一点你哋要记住，今次嘅训练你哋将会遇到袭击。我唔单止要你哋克服大自然嘅挑战，仲要你哋面对突如其来嘅袭击。B 队同埋其他队嘅队员会扮成匪徒向你哋袭击嘅。如果你哋可以捉到匪徒加入 checkpoint 嘅话，就会减佢哋用咗嘅时间。相反，如果匪徒成功袭击，就会加时。明唔明白 ？Yes sir。今次嘅训练系非常之艰巨，如果唔可以完成嘅话，唔好话自己系匪徒。今次要醒定啲啊！上次訓練 B team 俾你整咗黃金嘅，今次佢一定會有手冇手。唉，冤冤相報何時了啊 ！K， 我哋要最快完成任務，唔可以俾展上睇死。入到 S U， 一於放標準。求生包应该是在这里。你们这组会在总时间里面加30分钟。Yes, sir!呢度啲樹同草都好密啊，小心入埋。最驚佢哋唔出現嘅。唔使咁緊張喎，好嘢啊，都跟得你貼，好快就無影無蹤噶啦。不過係你哋，唔使咁麻擦，一陣就落嚟爬，睇下點。
佢哋唔够胆嚟加士碌嚟。辛苦咁多先，减事。乜咁耐都唔见求生包嘅，真系饿死我啦！差唔多，坐标显示喺呢度，嗰度啊！喂，睇下入边有咩？跑吧！喂，唔好食晒啊，得两条嘢。放心，有我喺度，多多求生包都有啦。三日两夜啊，到时搵唔到点算啊？食晒你，我嚟啊！唉，真系生人生胆啊，真系。呢个叫小心。唉，喂，企喺度做咩啊？饮水啦。我做你夹 pose 啊！夹乜嘢 pose 啊？嗱声饮水行啦，快啲啦，女人！展 Sir， 展 Sir， 擘大！展 Sir， 你哋一齐洗面啊嘛，唔争再冲埋凉啦！我哋冇话过我哋唔系敌人，你哋嘅求生包没收。作为一个 SDU， 除咗你个 partner， 你要对任何人都有防范。今次你哋冇防范，冇加 pose， 加时三十分钟。睇到啦，佢到而家都仲要玩我哋啊！都话咗要做加 pose 噶啦，你又唔做。我叫佢食咗啲嘢去啦，你又唔食？喂 ，sorry 咯，得啦，放心，求生包啫嘛，大把啦，快啲啊！另一个求生包应该喺呢个附近。放心，冇人爬雪花过。咁即系话我唔系人啦。阿元点啊你？我冇喐我，冇喐我。我只脚唔知有冇断到。可能阿骨折啊，早进埋医院照一照。系咁，你早退出今次嘅训练。阿江，你留喺车帮帮手。Yes sir。阿元，对唔住，系我累你受伤。算啦，意外嚟嘅啫。我争你个人情。一定会还。我阿哥船，展 Sir， 佢哋两个送我翻嚟，用咗嘅时间系唔可以扣翻。冇定我咁嘅规矩，况且冇人叫佢哋送你翻嚟。Sorry 啊，帮你唔到。
江仔，收咗佢哋个求生包。Yes sir。展 Sir， 我觉得你咁样罚我哋一啲都唔公平。我哋咁有 team spirit， 托个兄弟翻嚟反而要受罚，呢啲咩规矩啊？真正行动嘅时候有手足受伤，啲匪徒会唔会俾时间你送个手足去医疗站，然之后先翻去拉佢？你哋再唔行，当你哋自己退出。你咁早翻嚟啊？搞咩？你话你影我训练受伤啊嘛？伤成点啫？系咪去医院都验过照过啦？吓，有冇断骨啊？佢眼崩咗少少啫嘛，使乜咁紧张啊？咁我煮餐好嘅，你食啦。阿家姐，你除咗斟水之外都唔入厨房嘅，嗌外卖会唔会稳阵啲？你惊？惊噶，不过如果你同我一齐食咧，就唔惊。估唔到你都识得用生铁嚟解冻呢招喎！你唔好唔记得，你都要食我煮嘅饭大嘅噃。搵咩啊？柠檬汁咯。柠檬汁咧，就同豉油佢哋唔系好 friend 嘅，所以中意自己喺雪柜。唔该。我知道你识煮饭，但系你成日挂住做嘢冇煮好耐啦，都唔知道你仲识唔识嘅。都系等我幫手啦，唉！如果唔係今晚都唔知道有冇得食啊！原來我都搬咗翻嚟差唔多兩年，一路都冇照顧過你，屋企嘅嘢全冇理過，只係掛住做嘢。你肯掛住做嘢，有個寄託，我都叫安心啲。當年阿邦啱啱出事嘅時候，你成個人落曬形。好似冇咗灵魂咁，我唔知几担心你。当日我真系好伤心，仲谂过跟埋佢走。不过唔发生都发生咗，就算我几伤心，阿邦都唔会翻山。我谂佢都唔想见到我咁。你放心啦，以后无论发生咩事，我都一定会喺你身边照顾你，保护你。家 姐，生铁镬解冻系快，但系点都唔够微波炉快。咁你仲拎去 ？Yes, madam。森哥，真系到啦。Madam 做咩啊？我好似听到有声。有鬼，一路走。哦，跟我走。Madam， 边度有声啊？可能我听错。
咦，醒啦，要行啦。我需要水同食物。我够想啦，有先得噶。轩啊，我想我哋要捉翻几个匪徒，先可以追翻琴日啲时间。嗯。如果包尾翻到去，实俾人笑个面都黄。OK。Ready。机会到了，我哋攰啊，佢哋都攰啊，我哋唔可以俾佢哋走甩噶。去咗边啊？阿丽，呢度有啲饼干碎，以为匿入去好稳阵，好困住嚟打。冇得走，但系呢度啲树咁密，唔易揾喎。轩啊，分两边包抄，见到佢哋就吹一下口哨，然后前后夹击，吹两下口哨就翻嚟回合。放心，冇问题。OK， 嚟。真系估唔到呢个荒岛会有咁多差佬，真系邪！差佬啫嘛，你好紧张咩？唔系话紧张，只不过我哋都未喐手，就咁多差佬睇住，我惊会打错警蛇。不如我哋留夜翻上去避一避先。唔得，阿杨听日就会嚟接我哋。我始终觉得等多几日先开始会好啲。我姐已经在香港，我尽快安排同我做手术，唔可以等。妈妈，好辛苦啊！冇事噶，炮仔好翻，爸爸同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好冇？煲糖水俾你食好冇？嚟，瞓一阵先，乖。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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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。
医生话炮仔咩事过啊？我收到你电话就即刻同你阿婶赶上嚟啦。系啊。医生话炮仔有先天性心瘤症，要即刻做手术。阿叔，我哋得炮仔一个仔咋？如果有啲咩事，我真系唔知点算啊！唔使担心，我哋会揾最好嘅医生医佢。婶啊，其实最好系送炮仔落香港医嘅，嗰度医院设备又先进啲，医生医术都好啲啦。系啊，婶啊，医生都话香港嗰啲医院咧，微创手术系最好噶，风险又低，手术又好，好唔好啊？咁就送炮仔落香港。你哋香港咁耐，不如你哋帮我安排。但系炮仔佢唔系香港居民，佢冇香港身份证噶。如果佢等入嗰啲公立医院啊，有排等啦。我惊炮仔等唔到咋。咁咪私家医院咯。我都听过有个医生做呢手术好叻嘅，个私家医院好贵噶，揽埋都要几廿万埋单噶。几廿万噶，咁贵嘅？钱唔系问题，最紧要医好炮仔。钱我自己俾你哋，你快啲帮我安排炮仔落香港。我帮你搞。唔该晒，唔使唔该。阿叔啊，我吹针杯茶俾你。爸爸，我要落香港医病啦，咁你同妈咪去唔去噶？爸爸暂时唔可以落香港，你落到香港要乖啊，要听叔公话，知唔知？哦，不过你要快啲嚟睇我。我自己一个会好惊噶，爸爸应承你，好快回来香港睇你，唔使惊，知唔知啊？嗯。食嘢。阿杨，上次我提过阿炮仔嗰啲手术费点啊？心，大家咁熟，有我一定会俾你，不过我真系冇咁多钱。虽然我同阿昌落咗香港好耐，不过佢喺香港地揾食冇以前咁容易啦。咁有咩办法？以森哥你嘅本事，要揾一百几十万，对你嚟讲绝对唔系一个问题。最紧要你肯做。森哥，香港地依家多咗好多专做游客嘅钻石珠宝店，闲闲地每间有一千几百万货喺度，我哋揾三几百万啫。简直如个借房。大家以前都一个顶天立地嘅男子汉，我知道你有啲嘢好唔想做，不过命运逼人，你冇办法选择，我就系帮你揾到呢条路啫。使乜谂啊，森哥，做一单啫，你个仔医药费就可以搞掂啦，我哋一于去马啦。咁多年嚟，你搏生搏死，到头来你得到啲咩嘢？除咗三餐饱饭之外，你咩都冇。连帮我仔医病嘅钱你都冇，嚟，日于做单大嘢，俾个安定嘅生活俾你屋企人，咁先至一个真正嘅男子汉。系，好啦好啦，哎，心单出马。我哋今次点啊？嚟饮杯。你喺度揾到我拍档，香港嗰度我会安排，搞掂晒之后，你坐大飞落嚟，我要揾人接你屈你哋。已经行到呢一步，冇嘢可以阻我。阿哥，打劫喺香港系好严重嘅罪行，就算你系咩原因都好，我劝你都唔好咁做。死差佬！我告诉你，你就乖乖地坐在那里，如果不是不要怪我不行。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个仔所以才这样做，但你想想，如果你的仔知道他爸爸为了他做贼，他会怎样？作为一个爸爸，最重要的除了养大个仔之外，就是要做个好榜样给他看。你千万不要再行贼踏错，万一你真系俾人拉咗，你救翻个仔条命，但系佢就冇咗个爸爸，咁值得咩？森哥，不如谂咗佢。
森哥，点解唔杀咗佢？啲差佬怪紧佢，冇咩可能嘅。有俊轩，有俊轩，死仔包去咗边啊？如果蛇仔明为咗私人费放刘老咧，我实打到佢变死狗。我都要嚼佢啊！搞到我睇唔到刘华演唱会，之前咧海边啊出咗成晚西北风，而家爆晒叉添啊！怪不得你咁激动啦。你同一阵间冇咁冲动。唔通佢俾人知道爆料俾我哋，所以杀咗佢？咁即系话单嘢可能系真的，但系呢条友通街都系仇口，可能俾其他人寻仇都未定，未必同呢单嘢有关。查下楼上楼下同附近铺头有冇咩可疑人物存疑。Yes, yes, madam。Throw it in。阿燕同我嚟啊！自从琴日江仔同阿袁见过佢哋之后。有冇其他队员见过佢哋？展 Sir， 今朝我哋三个喺山头俾佢两个追过，最初谂住引佢哋两个追，消耗佢哋体力，然之后进行伏击，但系最终佢哋冇追到嚟。咁即系话今朝佢哋都冇事。如果系咁，只有两个情况：一系就系迷咗路，一系就出咗意外。大家听住，我哋而家有两个队员未归队，状况未明，我哋要即刻进行一次搜寻行动。因为差不多天黑了，大家尽快找 Go。 Yes sir。 找不到你，我怎么都不会回去报道。走嚟顺顺先啊！唔得，你想我死啊？唔系话攞支啤酒你会死得咁脆弱噶？可怜姐照你整亲只脚啊，所以煲啲汤俾你消肿。今日唔使自己饮啤酒，饮汤。特登 call 落嚟酒吧唔俾酒，我饮净系饮汤咁阴功。阴功？你已经唔使学阿涛咁啊，留喺嗰个咩无名岛度食西北风噶，做得点啊，靓仔？系啊。咁啊，破靓姐喺边啊？佢 call 落嚟话有嘢帮手噶。阿源。Pauline 姐，阿源，你嚟早就啱啦，快啲食 mango， 我特登喺布加嗰边攞翻嚟噶。搭个飞机啊！你快啲帮手食啊！佢带咗十几廿箱翻嚟啊，摆到成个后铺都系啊，我仲派咗好多俾街坊添啦。又有咁多货啊？嗰边啲 mango 超甜超大，我超中意食，咪买多啲翻嚟咯。嗱，你唔怼翻十个八个，你咪使旨意走啊？唔系啊嘛 ，Pauline 姐。我食咁多芒果会湿热噶，有咩计啊？芒果熟就烂噶啦，你唔快啲帮手食，一烂晒成间铺头臭啊！系啊，上次个七八箱榴莲摆喺度呕臭啊，嗰阵味啊，成个月都唔散。咁我谂住芒果好味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嘛。阿慧，下次就算你几中意食啊，都唔使买咁多噶。咁我又谂住凡事要尽兴啊嘛，边谂到咁多啫？呢啲唔係叫盡興，係叫浪費。連阿袁咬柴啊，我都 call 佢嚟幫手食嘅。Sorry 啊，阿袁。
你只腳冇事嘛？冇事，濕碎啫嘛。喂，我讀中學嘅時候咧，家政學過整甜品嘅喎。不如我哋攞啲芒果嚟整芒果布甸啊，芒果班戟啊，楊枝甘露，曬埋芒果乾啊！整咁多你食得曬咩，僆仔？誒，超叔，我哋食唔曬唔緊要嘅，咪擺喺鋪頭賣咯，再唔係你送俾啲客食都得㗎。啊，係喎，橫掂啲客話我哋小食冇咩新意思，加新意思都好喎。誒，成哥你入頭就得㗎啦。喂，你都想學嘢㗎？想啊，跟我入嚟啊。好啊。嚟，天仔，天仔，嚟，天仔，天，天啊，天。天啊！我都腳印喎，佢哋肯定嚟過呢度。佢兩個分開行，唔知係迷路，應該有目的。原来被人捉咗，你真系冇鬼用啊！你两条友啊，使唔使咁认真啊？好，就原你话入边。明明听到声，你后边睇下。嗱，兄弟，认输啦！好嘈啦，整够你都。嗱，输啦！咁矛嘅你。睇嚟呢度匿唔到几耐，班差佬一定揾佢两个。等多阵，阿杨就到。咁佢两个点处置？看你不像意外，
啲痕拖到呢度就冇咗咯。唔好伤我哋嘅人，你唔好再追啊！我系警察，你系贼，我一定要拉你。走啦，投降啦！咁你真系要尽快揾到呢个叫阿心嘅人，我同佢交过手，佢一啲都唔简单。如果佢真系要犯案嘅话，将会系一个非常危险嘅人物。我哋捉晒啲同党，丹尼又扬咗，我谂佢唔敢再做啲咩嘅。佢一定会。呢个人好有决心，唔单止身手好，仲唔要命。我伙计邱俊轩听到佢讲，话落嚟系为咗帮我仔筹医药费，所以我谂冇嘢阻到佢。大家听住，呢几日全部人取消休假，直至到挂到呢个叫阿心嘅人出嚟为止。Yes, madam。喺佢同党身上索唔索到咩料？我哋盘咗佢成日，佢咩都唔肯讲。佢应该都系曾经受过特殊训练嘅军人，我谂你点样问佢都唔会讲。我怀疑呢个阿心同佢同党系蛇仔明之前提过嘅人，佢哋嚟香港应该系同佢接头人犯案。但系佢哋犯案细节、时间、地点，我哋通通都唔知喎。看你有剩下一个资料可以跟，就是阿心个仔喺香港医病呢条线索。即刻 check 下全香港所有医院，最近有内地嚟香港医病嘅细路，有冇一个叫阿炮？我哋即刻去查。仲有查下香港所有同呢个阿心有相近背景、同一受过军训嘅人，佢嘅接头人有可能曾经同佢当过兵。收到。你哋而家分咗两队，今日进行射击比赛。靶喺100米以外，阵间上边会放咗1-10嘅 number， 你哋要顺住打，总时间最快嗰队为之赢，输咗嗰队留低执嘢。你呢队先，你哋每一个人将个 number 摆上去，随你点摆得。Yes sir。
Ready, sir！ 開始。下一个，开始。而家到你哋。Yes, sir.Ready, sir. 開始。是不是你将个狗字专登调转拖我时间？你为上次受伤件事想报复我？我话 Bob 仔，你谂到我咁小气噶？唔好叫我做 Bob 仔，系我叫佢咁做噶。Sir， 咁即系有心玩我啫。唔理我有心定冇心，你自己都应该有应付突发事件嘅能力。实战现场，飞同有咩反应，会做咩？你根本唔会知。你今次用多时间，只可以怨你自己欠缺应变能力。决，下一个。估唔到都要留低执蛋壳啊！呢啲咪叫女街坊咯，执啦兄弟。个战场分明喺玩紧。阿礼，你唔好咁谂啦。我哋之前俾秦心捉咗，如果佢真系针对我哋嘅，就唔会奋不顾身咁嚟救我哋啦。你唔好讲到佢咁伟大啦，佢奋不顾身救我哋系因为佢唔想孭镬咋，佢分明系针对我哋噶。我哋始终啱啱加入飞虎队。经验未够噶，佢想 train 我哋啫。你唔好咁天真啦。呢几支架产件嘢嚟噶，并唔系嗰啲残残旧旧嘅二手货。森哥，阿旭俾人捉咗，翻唔到个爆响口啊，使唔使避一避啊？阿旭唔会嘅，我哋以前俾人绑住嚟打灌水电击，乜都试过。香港啲差佬唔会逼到佢讲嘢嘅。就算阿旭真系严仔，我哋都唔使咁担心啊。时间同地点佢乜都唔知道。但系班差佬一定有防备，可能周围布晒人噶噃。你咪回堂啊嘛？梗系唔系啦。我已经睇过晒嗰度嘅环境，听我哋喐手。我去医院探阿仔。收。我哋听日就喐手啊！你同周围去，我睇个仔喎。啊，炮仔乖啦啊！医生，炮仔嘅情况安排咗听日同佢做微创手术，同佢填补心瓣血流嘅位置。咁个手术系咪好危险？放心啦，微创手术所用嘅时间唔系好长。而且康復得比較快，我對炮仔嘅治療好有信心。唔該曬醫生，唔使。阿叔，你好好照顧炮仔，錢我聽日會俾你，有咩你打俾我。得啦，你放心。唔該曬。爸爸，咩事啊，炮仔？爸爸好驚啊，你唔好走啦。爸爸有啲紧要事要做，要出一出去。炮仔要做男子汉，要挺起胸膛，咩都唔惊，知唔知啊？好，爸爸你同我一齐挺起胸膛，我就唔惊。
呢度啲医生好叻噶，你听日做完手术就冇事噶啦。好，不过我听日做完手术想见到你啊，得唔得啊，爸爸？爸爸应承你，你做完手术之后，爸爸就会陪住你。你好翻之后，我哋就一齐翻去屋企见妈妈。嗯。风平浪静啊！我都同呢区嘅伙计倾过，佢哋都话冇唔妥。时间、人物、地点乜都冇，咁搞法即系大海捞针啦。冇办法啦，呢一区银行珠宝店多，又易落手，搏下都好啊。开车去红磡，我头得楼上珠宝店。Yes, sir.有 AK-47 重火力槍械，警覺單位注意。差人不要！冲出去，将雨下摄入废墟，追击个焦距，极力再追，眼眸里未看四周，隐伏着是谁？谁又引导过谁？互相相对，肝胆背后昂然问句，风中再追，勇敢的依据，将星光追完成大意义。淡然未怕那艰巨，于一笑令凝凝面对，得失在追，翻险枪火里，一身干脆从无后退，交织我壮举。